今天是沂蒙大街，大街上全都是卖桂花的。这个季节还是以桂花为主，看一下现在桂花全都开花了。这个满树爆花，你瞧瞧，这棵也又花了。这棵桂花什么桂啊？黄花就行了，上面全都开花了。这棵多少钱？这棵卖了，这棵让你定了。开的花，你看，花苞漫漫，开花爆花，真香。这个花一股淡淡的花香味，清香。这个有状元红和单位，这个是状元红和单位，状元红，这也上花苞了啊。这个花苞，得有十多天能开了，差不多能开了。你看，这个高度有1.6米。最好看，都爆满，你看。见了我心啊，勇敢的，这是有50的，也有60的哈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4.5，那边是什么贵的？高的啊，钻红了，哪个是钻红了？现在？哦，钻红的。花苞多，花厚哈，开出的花非常爆哈，都是爆花。哦，一朵一朵的，状元红、状元红也跟咱们分开了，一样都一样。养了有9年了，直径都在8公分，8公分你看，顶杆都在50左右，真漂亮。你这可以上到客人，这不是单位哈，单位标准的3/3。就是看那个它那个毛头，毛头很好看。单位今天下雨了，我的娘，大街上人还很多啊。其实今天咱来晚了哈，你看都是卖桂花的，这边是单位，日向有影，都是开花，全都爆花了。看都是来选桂花的，这个季节主要是以桂花为主啊。价格也很便宜哈，不是很贵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私信小事都可以啊。